咧就叫做燒傷碎玉，未了情啊，講到燒傷嘅燒傷館啦。咁咧林黛玉咧係多愁善感嘅喎，咁有一日咧佢就發阿寶哥哥嘅脾氣，寶哥哥咧就搣爛佢自己身上嘅玉，咁咧碎咗佢玉之後咧，佢就好傷心啦，上放到大家又講下燒傷館啦，喺紅樓裏邊嘅往事。咁咧飾演贾寶玉咧就係何田蓉喎，飾演林黛玉咧就係方愛群小姐喎，熱烈嘅掌聲歡迎兩位。
是你还受他的客相欠，中毒这来荒唐。妹妹，林妹妹，都来何事呀？林妹妹，炎炎初夏，寒满心，住喺正雅人。归来满抱怨，过难道坐享休闲，得来探妈问病情，见妹难容过疏懒，回到府。无交怨，水算花难。Oh, yeah.
心水为灵，我令我血泪如兰。Chop!
欲减痴神，宽慰何罪？多是叹，提金到乌云。冷嘲热讽哭恩怨，令不火Oh, yeah.
成幻，恨得不返神。为何仍未散？莫再忧思烦。